曾被于真力捧红过杨幂，借狱后无戏可演，现如今出门被当作空气。杨幂和范冰冰可以说是一直在大家的视线中活跃比较频繁的了。虽说两人都具有不同的招黑体质，但是依旧不能阻止两人前进的脚步。而于正虽说是经常被吐槽，但还是勇往直前。最近在热播的《延禧攻略》还是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反响，而这也被很多的网友吐槽是靠这部剧来洗白自己。虽说这些年于正的作品有点差强人意，但是还是带红过好几位新人的。袁姗姗就是其中的一位，当年袁姗姗在于正身边被力捧，在拍戏的时候于正也是将袁姗姗放在首位。但由于于正的剧一直被吐槽，袁姗姗觉得这样不利于自己的发展，所以在戏约满后就选择了解约的。但是最近袁姗姗在出席北京电影学院活动的时候，走在校园里几乎已经没有人能将她认出来了。看来离开于正之后的发展并没有太顺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